好，我们点位这边拍一下照片。来看前面，前面先来，中间，对。好，从左边。好，从左边看一下。来这里。从左边看一下。这边。好，中间再看一下，来中间。来右手边看一下，右手边。来这边看一下。来这边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这边看一下，这边看一下。来这边，正前方，正前方。来前面看一下。潘浩宇这边。好，谢谢潘老师。浩宇这边内容，浩宇，注意到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万山珠宝精品珠宝店的现场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今天感觉很开心，然后就是遇到这个，对。其实珠宝也是不仅仅是女生专属吧，也有很多男生会打卡配珠宝。那你觉得你自己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珠宝类型呢？我个人呢，大部分如果我们上舞台的时候，就带一些很闪耀的，然后我是比较简单的一些珠宝，比如说胸针还是配饰，就是镶金的做的。错，那不知道你这个800标兵奋勇多有没有练明白？给大家秀一段吗？好，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马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非常厉害，我可能说不利索了。非常感谢我们这边可以